眼看自己的孩子就要被他一口吞下，神鸟妈妈突然爆发洪荒之力，她一脚踩在美杜莎尾巴上，震开了蛇尾，接着一声怒吼，一场大战蓄势而发。此时不远处火山突然爆发，胆小的美杜莎被吓得分了神。神鸟抓住机会，飞身一脚踹在美杜莎胸前，用嘴咬住了美杜莎头顶的小蛇，打得美杜莎毫无招架之力，接着一脚将她踢倒，锋利的爪子使劲地往她身上踩。就这样，一代蛇妖美杜莎当场领了盒饭。